哇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是不自然死亡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多？这是什么东西都是？他就只有一件装备，这是有什么特殊的吗？攻击？没有，我没有搞懂。不过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用来刷装备的一个区域，但是算了，就直接是先去。先做主线。Looks like Spain is following in England's footsteps. ¿No sabéis arrebatado nuestra edad de oro? Don't pretend we're the same.直接半管血没了，好吧，带钢体，而且我被直接被打出硬直，根本就没法躲。这个会很有意思，怎么打他？太多了！天服了！我守护灵都拿不回来啊！我先把我物品栏给弄少。实在是太多了，也是需要的拿上，不需要就不要了。不属于暴走攻击。两段。哇，这个他的破防能力太强了，我这怎么打啊？
这个 boss 天，全程钢铁，而且还打不动他。服了，三段。我已经换了下段再躲了，可能是要躲两下防一下，还是要怎么着？就等于是攻击 buff 完全不能使，这边使了就自己减防，他攻击就没有人直接秒你。倒是有很多的。但是技能也没有用，顶多就学一学这个攻击，也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每次只加两点伤害。这个忍术有没有能快速吃药的技能？界面它直接就 buff， 然后我说攻击都打不动它了。这怎么打？清楚，我觉得就不缓慢了，直接就把所有招数的躲避时机都给它练出来，但直接拿二周目的 BOSS 开荒还是有点难。上界面可以先缓慢，因为是我怎么动作太快，感觉就是哇，哦，对着他滚吗？自己的不能用上段，它带钢铁，打不硬直了。
怎么这都费血？天哪，完全不是你的攻击。为什么会？服了，这要打多久？容错性太低了。这个硬值太大了，打得我都没法中招就会被连死。肯定动不了啊，被打的就会被连。我天，这边被打的就会被连，真是服了。我是带钢体的吧？205，我是带的，等于是我，他就是破防能力太强了，我200以上都会被打的都没有效果，还是会被连。这就是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是用缓慢打。二周目的 boss 太攻击力太高了。エスパーニャの忍びであったか。しかし一体どこへ。 War is coming and it's gonna be fierce。